刚开完年金国事会议，一票民进党立委站在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新的会客室合影，但仔细看看立委中孔罩肩膀上这只手，怎么好像多出来的？没有这么长啊，因为还要再抱一个人啊，中间有一个人这样。立委郑宝清不可置信，照片中两人明显站出空间，中孔罩右边肩膀却出现四根手指头，不像合成照，旁边也没人伸手。郑宝清实际测试，手臂明明没那么长，隔着两步距离也很难勾到肩膀。就算不是他的手，那人家也认定我是他们的好兄弟，所以来跟我勾肩搭背。当事人笑说没在怕，但第一时间绿营立委们赖狂讨论。林静怡说宝清委员手那么长吗？蔡议员附和不太合理。段宜康甚至搞笑回答钟委员自己左手搭右肩膀。李俊颖还闹场说毛毛的，反倒是钟嘉宾认为是广角镜头的错觉。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拍手机的时候广角造成的变形啦。专家一眼就发现问题，花瓶沙发尺寸明显过宽，原来照片是用广角镜头拍的，调回正常尺寸就说得通了。广角镜周围会有那个拉长或者放大的现象，那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沙发的比例不大对啊，花瓶的比例不大对，还有另外委员的身体它的变形太大。一张照片一直多出来的手，还是引来众家立委议论纷纷。 TVBS 新闻刘玉华学新台报道。